And don't fly, are you high? Listen to something to say. Time, we see time, you and I. No, no, oh, oh, oh. 篮球魔法和嘴巴比草原要黑，对吗？分析吧，牛气美美，不必要故意假装鬼魅。No, no, oh, oh, oh.佢好似轉咗個圈嚟講緊我，因為又冇嘛，係咩？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冇啦，係咯。OK， 風直咯，玩得開咯，玩得開 ，yes。想要嘅意思，我隨時都想換。啊，今日真係唔知點講啦，我冇嘢，你條蕉都要透下氣啦。我覺得啦，咪呢一段啦，我 cut 一 cut， 我唔可以咁樣講嘢嘅，因為我喺人哋面前講到唔會咁講嘢噶啦。大二啊，跟呢啲嗱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咁樣。哦，擺明啦，係咪一定有啲嘢噶啦？一係你打野戰啫喎，拍 MV 打野戰，啲狗熊咧嗰啲係啲咩？什麼叫狗熊？好難聽咧，熊就是熊，熊足熊啊，熊做好呢個措施嘅話，你會覺得好尷尬。萬一你嘅另外一半想食蕉嘅話，咁你咪覺得好尷尬咯。如果你三哥本身咧就係非常之健康嘅嘢，所以啦，無論咧係咪喺咩情況都可以食嘅，只不過無論只要確保佢冇爛就得咯。啊，香蕉係健康食品嚟噶。Yeah. 大家聽住，冇揾我玩過啦，冇坑啦，冇坑啦。哇！老細聽到一定覺得你好勤力噶。記得加人工啊！呢個係重點，呢個係重點，一定要加人工，依家一定要加人工。諗住你會講哇，好勁嘅男人吹。哦，唔得啊！佢覺得平民都係苦嘅，你知嘛？嗯 ，OK。苦過苦茶嗰種苦啊！邊個？你會肥咩？我都唔中意對方肥。哦，我嚇，仲嚴重，唔好接近我，唔好接近我。哎呀，我要嘅話，俾你咯。但我唔想要嘅話，點樣逼我都冇用。你會咩叫自動攬過去咁樣係咪？你會唔會從來都冇主動？冇主動，我好似從來都冇主動過。你諗下，你諗下，我計咗咁多年啦，好似我從來都冇主動過。咁做咩？你改到我大學？我突然之間想睇下你著緊咩褲，我啲嚟到冇睇到。冇睇到，我淨係佢講咗起嚟，我好有睇呢啲 shit 嘅 shit 發出嚟嘅。咁係你嘅問題啫。你冇諗，可能啲人就覺得就係要揸唔曬嗰種嘅感覺先至咩？愛存在這美麗新世界，咩流水聲，站在大家咩咩自己傾傾。咩唱嘅？我的回憶不是我的。點唱嘅？我唔想聽。係，而家都上咗嘅啦。我係被逼噶。咁就我唔知道我點樣應我陳詞啊。你講完之後，我再參考下，睇下我應唔應該重新再講過我嘅答案。OK。OK。依個咧冇話偏激或 discriminate anyone 啦。OK， 我係 personal preference 啊。OK， 我如果係我揀咧，第一唔可以肥，我都唔得咯。邊個啊？你會肥咩？我都唔中意對方肥。哦，我啦，我覺得啦，咪呢一段啦，我 cut 一 cut， 我唔可以咁樣講嘢嘅，因為我喺人哋面前講到唔會咁講嘢噶啦。第二啊，佢個腰唔得超過31，男仔嘅腰唔得超過31。我唔理你高度係點樣，我最可以接受就係31，同埋唔可以有肚腩。仲有第二。個人衞生好重要，點樣講呢 ？OK， 首先佢嘅趌底毛、佢嘅下身毛，佢都要剪，唔使剃，不過你要剪，修剪，修剪。佢好似轉咗個圈嚟講緊我，因為又冇嘛，
係咩？我唔知道，我冇睇過。冇啦冇啦冇。係咯。OK， 同埋第二咧，唔得有汗臭味，唔得有狐臭味。嗯，咁講到依方面，可以點樣分享就係你知嗬？點解你要剃你嘅假底毛？要剪你嘅下身毛？萬一啊，都扁你話頭啦，另外一半去到咩地方想做就做，忽然之間，如果你冇做好依個措施嘅話，你會覺得好尷尬。萬一你嘅另外一半想食蕉嘅話，咁你係咪覺得好尷尬咯？如果你三哥本身咧就係非常之健康嘅嘢，所以啦，無論咧係咪係咩情況都可以食嘅，只不過無論咩，只要確保佢冇爛就得咯。啊，香蕉係健康食品嚟噶。Yeah. 大家聽住咁噴香水咧，又要噴我你個腳底同埋噴下身，我下身都有噴嘅咧。同埋因為汗臭同狐臭會有一種味道，尤其是著顏色衫會有關係。如果你著黑色衫同埋嗰啲深青色嘅衫，啲流汗都陣味嘅。其實我都冇呢方面嘅知識咯，我都係第一次聽。因為你知點解我會咁樣，我會咁樣諗啊？因為嗬，嗰次我去新加坡嘅偏多，我遇到一位好靚仔、超級靚仔嘅男仔 ，OK， 我就同佢影相。咁點知佢除咗佢件皮衫，你知 OK， 著呢啲皮衫嘅人咧，你要知道呢個 temperature， 我啲 temperature 會升上嘅。係啊係啊，好熱啊！而家咁嘅天氣， yes, 你唔著到咁， yes. 我真係冇辦法。所以咧。嗰日嗰位靚仔，佢一除咗佢個外套嗰陣哦 ，Oh my God！ 我同佢影相嗰陣，佢攬住我影相，佢真係好靚仔嘅咧。我聞到佢嘅格拉底嘅臭狐味，我同你講哦，100分入邊哦，我跌到哦4分就俾佢。我就諗住你會講哇，好勁嘅男人除。哦唔得啊！佢嗰陣聞到係苦嘅，你知嘛？OK。苦過苦茶嗰種苦啊！咁我一個朋友同我一齊，佢講哇，唔啱飛哦，他很帥。他的骨粗會真重，佢咁樣講你。所以如果你係靚仔嘅話咧，你要好好照顧一下。就算唔係靚仔，都係好重要。Yeah. 你對於狐臭同呢啲汗臭味，你有咩感想？你會好中意還是唔中意？唔好接近我，唔好接近我。Yeah, true. Okay, second. Okay. Okay. 講到人啊，而家講到啱講到人啊。Okay. 所以想問一下先，你最中意同討厭嘅性格係邊種？我最中意嘅性格，好似我咁咯。哦，好似你嘅性格咁樣嘅，夠直咯。O、okay, K， 玩得開咯，玩得開 ，yes。嗯，唔會保守。邊一方面嘅保守先？我都有保守嘅時候啊。邊、okay. 一邊？邊一方面嘅保守先？ Okay.萬一你的另外一半都是 let's say 好調皮嗰種，好大男人嗰種，去跟你講我想愛，除你叫你除，你大男人啊，大男人啊，咁咁佢叫你除，你會唔會除咧？咁我都是好大男人嚟嘅，我唔愛就係唔愛，真嘅，好直接，唔愛就係唔愛 ，OK， 唔好挑戰我底線。如果佢係嗰種好調皮，佢唔同你講。佢隨時撲上嚟，摸身摸勢，一樣咯。要睇下我當時嘅心情。我要嘅話，俾你咯。但我唔想要嘅話，點樣逼我都冇用。嗯。咁我想問你，你如果想要，你會點樣同你嘅對方講？你會自動唔係咪自動？唔係自動，你會咩叫自動？自動攬過去咁樣係咪？你會唔會踏出第一步啦？如果你想要，好似我從來都冇主動過，我冇主動，好似從來都冇主動過。你諗下，你諗下，我計咗咁多年啦，好似我從來都冇主動過嘅，但是我覺得啦，如果我想要的話啦，對方應該會 sense 得到。嗯，我會 sense 得到嘅。我 I think 會 sense 得到啊嘛，因為當你同一個人一起咗咁耐，佢諗緊啲咩，佢想做啲咩，你會知道啊嘛。一突然之間，每一次
搭雙床，大家就瞓覺啦，就係、是、咁樣啦。但係突然之間呢咧嗱，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咁樣。哦，擺明咧係咪一定有啲嘢嘅咯？一係你就真係瞓唔著，一係咧你就就咁樣咯。你知我會點樣同我嘅另一半講？如果佢想知唔知道，想知道我叔我想唔想要嗰份咧，好簡單。你聽到或者你會覺得好笑，或者你覺得唔好笑，就係、是、我叫佢注意我著嘅衫同著嗰啲褲係咩布質啊，邊種衫邊種褲啊？即係你著嗰啲薄質絲綢滑衫布啦，嗰啲好薄身嗰啲咧，就好似呢啲咁噶啦。就是、薄切切，嗯，即系想要嘅意思。我隨時，我隨時都想要嘅。我今日真系唔知點講啦，我冇嘢講。嗰啲打泰國拳嗰種咧，嗰啲滑身布嗰種褲咧，打泰國拳嗰種。咁我嘅另外一半佢就講：哇，所以呢啲要注意一下啲細節啊。咁同埋剩一樣嘢，我著衫好 particular 嘅，我唔中意著好大件、好鬆，一係嗰啲褲。我呢個叫大件，唔會。其實係有少少我個 size。我真係你顏顏色嘅關係啦，因為你對你嚟講 OK 嘅，唔會講大件。咁我嘅上次有個另一半又問過我，佢講點解你著啲衫著到咁窄？因為我去訂做嘅咧，我哋表現真係訂做嘅，我買個布訂做。佢講你個褲牛仔褲窿都去改過嘅，佢講。佢講做咩你改到咁窄呵？我突然之間想睇下你著緊咩褲，頭先嚟到冇睇到。褲喺度，我整個背影。佢講窄到嗬，下身凸咗出嚟嘅。哦。Yeah， 咁我就講佢講你點樣去同嗰個車衫佢講你係點樣窄點樣窄？我就直頭同佢講咯，我講你唔好幫我整下低下太鬆啊個拉鏈嗰度，因為我唔中意著起嚟好扁。我著起嚟我啱啱好有睇到個 shape 凸出嚟嘅，我同你講。Why？OK， 你而家 visualize 下，我同你講，你 imagine 下 ，OK， 你見到一位靚仔啊，佢著條褲著到好鬆，佢前面扁嘅，你會覺得開胃冇？但我睇到佢著到咁窄啦，係咪？我更加唔開胃啊！係咩？我唔會有見到佢嗰啲著好窄嗰啲，我覺得好開胃，嗰啲上班族嗰啲咧，梳到查個頭啦。呢啲係 out of fashion， 冇人而家呢一個。冇人著咁窄噶啦！有啊，我哋咁你係，我有。你條腰都要唞下氣啦。OK， 或者佢本身大，我唔知道啦。Maybe。我朋友一位佢做工，佢著到好窄嘅，好性感嘅。因為瘦 ，OK， 要講啊，瘦你著窄先至好睇哦。你如果係嗰啲大隻嗰啲，你千祈唔好著太窄，因為好唔靚。我講開大隻嚇，依個講開著衫，我唔中意嗰啲練到 oversize， 好似嗰啲熊住嗰啲，我唔中意嗰啲狗熊咧，嗰啲 teddy bear。什麼叫狗熊？好難聽咧。熊就是熊。呀、yeah, ，熊住熊住。Yeah. 熊其實都幾 charm 下嘅，好似可以咁講。Yeah.看下佢個型啦。每一個類型都有好同唔好，只係你中意定唔中意啦。Yeah, true。我最多可以接受到就係佢大隻，但係大得嚟唔得，個碼身唔得太大。Yeah, 因為太大可你隻手攬唔曬，好唔爽。咁係你嘅問題啫。你冇諗，可能啲人就覺得。就是要揸唔曬嗰種嘅感覺先至個人咯，真係個人，要睇個人。Yeah. OK， 第二咧，譬如講到呢度啦，大家有冇注意到？因為你睇過咁多條片啦，嗬，觀眾都知道，有陣時好中意揾啲朋友啊，嗰啲嘉賓啊嚟合唱 MV 啊，所以你聽到佢把聲咁咯，你哋係咪同樣嘅，同我一樣嘅？就係叫佢收聲，即係我唔係，因為佢唔識唱歌。不是啩？真係唔知做咩？你謙虛啫，真係好難聽嘅咧。我自己都覺得我唱歌唔係幾好，唔好聽，唔係幾好。因為蘇巴我啲觀眾有俾我嘅評論嚟講，我揀啲朋友嘉賓唱歌都揀啱個歌俾佢哋唱，因為啊，你揀歌俾我唱啊，都要我識唔識得唱？係啊係啊，因為梗係要揀你識得唱嘅啦，因為睇你把聲音嘛，係啊，你把聲音唔會太沉，唔會太尖，啱啱好。你有少少傷風感冒嗰種聲音，傷風感冒，我的確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咯，好似係咩？唔係嗰邊啊，我中過咗，唔使驚，係我都中過。
Yeah. 再中嘅話，我就有得 MC 啊。你希望攞 MC 啊？冇啦，我啲咁勤力做工嘅人，邊度會亂嚟拎 MC 嘅？哇！老細聽到一定覺得你好勤力㗎。記得加人工啊！呢個係重點，呢個係重點，一定要加人工，呢個一定要加人工。講開唱歌啊，你中意聽邊一位歌手嘅歌？做咩你會中意聽佢嘅歌？邊一方面會令你吸引到你中意聽呢位歌手嘅歌？其實我聽好多人好多歌手偶像㗎啦，好特別偶像啦。都有講都有偶像嘅，但係我啲係睇㗎啦，一時因為好中意。呢個人嘅歌，一直聽到一個月兩個月，突然之間，哦，我唔想聽嘅歌啦，我嗱揾下一個。哦，咁嘅、哦。就咁樣咯。咁、okay. 我聽歌咧，係除咗第一首歌要好聽，第二嗰位歌手要睇得順眼。咁第三，所謂嘅偶像咧，係睇佢嘅，睇我中唔中意嗰位歌手啦。Yeah, 我中意啲歌手都好少嘅，有一位同一樣好中意做皮衫皮褲嘅。Yeah.咁我通常都係聽歌啫，跟住如果你問我我中意邊一個歌手嘅話啦，可能我淨係會講第一個首選會係佢。OK， 咁我考下你睇你對啲歌熟唔熟 ？OK， 我考下你歌，俾你估幾首歌啦。OK， 聽呢首啊。愛了就算沒有負擔，愛過就放。别为难，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边个唱嘅？好好听啊，但系我唔知道系咩歌， okay. 我冇听过。Chorus， 睇你有冇听过啊？我头先嗰个唔系 chorus 嚟嘅 ，chorus 系。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哦、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也就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个歌名唱到出来了，爱过就放，爱了就算，爱了就算，但我真系唔知道呢个系边个唱啊？成龙、苏慧伦。成龙跟住咩话？苏慧伦嗰位唱，柠檬树嗰位咧 ？Lemon Tree， 其实我都好老嘅歌手啊，系咪啊？就系嗰位，你就听过位？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对啊，这个歌我有听过，成龙我都知道系边个， yeah. 但系咧苏慧伦系边个就我嘅样就唔系记得几清楚。同埋嗰首歌Lemon Tree， 我记得 Lemon Tree， 仲有一首歌佢唱嘅。嗯，看着你搭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你里，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独饮。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看你，疯狂想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与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牙齿也可以不要你。那个，个歌名都唱得出来了。寂寞鸭子。寂寞鸭子，系鸭子。哦，鸭子，我真系唔知道，我都冇听过、啊。你听过咩歌？你唱几句出嚟、啊？要逼你唱几句出嚟？你听过嘅歌？我听好多歌啦。咩歌？港古歌、广东歌，都有啦。呢排听华语歌比较。华语歌？边首华语歌？边首华语歌啊？就系歌啊，唔系几识唱啊。哼几句咧？哼几句咧？哼几句啊！冇搵我玩我啦，冇哼啦，冇哼啦。我比较中意歌手咧系 S.H.E。哦 ，S.H.E。依系我最早期嗰阵时啊，我细细个开始听咧，第一次听个歌手就系佢啦。所以可能第一次啊，我对第一眼见到嘅嘢啦，会比较有一种。莫名的
示藝。有一種記憶啊！我因為第一次看到呢個嘛，我第一次接觸呢個，我就會永遠覺得啊，呢、這個係我會愛嘅，呢、這個係我接觸嘅，我想遇嘅嘢就咁、是、咯。所以我第一次聽佢歌，我都聽到好好聽，跟住之後咧，我就接落去啦，係咪就一直追佢咯？係咪嗰首啊？嗰啲咩歌？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我覺得我冇，我呢個係後尾嘅，開頭係接頭嘅咩咩？愛存在這美麗新世界啊！ Yeah. 你我係聽呢、這個。呢、這個啊，呢、這個開始嘅。OK， 咁佢唱咗幾句出嚟啦，嗬。想聽佢再唱多啲嘅話咧，我唔記得歌詞咗啦。我唔記得歌詞咗，就要留意呢個頻道，因為咧我一定會揾佢同我合唱一啲歌嘅。呀、yeah. ，OK， 講副歌先嘛。講副歌，欸、我只識得一首嗰、那個叫咩？咩？咩流水声，站在大咩咩自己倾倾。边个唱嘅？咩？我的回忆不是我的。点样唱嘅？啊！我头先就系唔记得几次，唔记得歌词咗，所以随便哼下咁啫。我以为你唱嗰首我都识得《好心分手》啊。啊！哦，呢个我啲系广府嘅诗。广府啊！我开头系听广府，后屘有一个华语系同王力宏一齐唱啊。其实我比较中意整广东版嘅，富啲广东版嘅。OK OK， 嗰、那个广东版嗰首咧，吓《好心分手》咧，我搵日咧会同佢一齐合唱拍嘅 MV 俾你哋睇。OK，MV 唔好啦，我唔上镜。系，而家都上咗镜啦。我系被逼噶。咁另一首歌，想唱俾你听，送俾你听，广东歌嚟嘅。我都幾中意呢首歌嘅，你應該知依位歌手係邊個？咁你哼下嚟聽，可以我猜。注意聽歌詞啊！由始至終，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愛得多仔細，情看着對方無言語，仍然是個安慰。明天世界怎去作估計和你默契？愛一生一世，是你令人真難完美。誰人及你，等於我一切。呢首歌好熟咧，邊個唱咗啊？張敬軒啊 ？No， 女仔唱嘅。嚇？張敬軒好似有翻唱過佢首歌。哦。我唔記得你咩歌，但我有聽過呢首歌。佢有唱歌。陈慧琳，诶唔系，系咪陈慧琳？啊 ，Sammy， 郑秀文，我郑秀文，郑秀文，郑秀文。Yeah， 佢嗰首有两首好中意，一首系不拖不欠，不拖不欠。在临别时候，通话便没记录。呢首听到好伤心。我以前都有聽過 Sammy 嘅歌，但係都唔係幾記得咗。係、yeah. 啊、嗯，咁 OK， 咁今日嘅話題咧，我哋傾幾樣嘢關於人啊、中意啊、裝啊嗰啲啊，嗬。所以下幾條接下落嚟嗰啲影片咧，你哋會睇到更多唔同嘅影片，包括 OK， 我講咗答應你哋，我會拉佢一齊合唱一首歌啦，嗬。MV 啦，我揾佢拍 MV 啊，我哋拍 MV 嘅地方可你唔使擔心。你夠大膽嘅話，嗬，根本人哋嚇我唔帶嘢剪嘅喎，唔係拍 MV 去打嘢剪，可能你啲歌需要咁啊啊，哦係喎，誒佢俾咗一個 idea 喎，我俾個 idea， 但係我絕對唔會係入邊嘅角色。OK， 我哋會揾嗰啲冇咁多人嘅地方嚟拍嘅 MV 啦，除非你係唔怕醜嗰種人啊。因為有些朋友我都會顧慮下佢哋唔夠自然，如果有人睇，對我嚟講我係 OK 啦。咁如果唔係咧，你就揾一啲靚嘅地方、冇人嘅地方拍嘅 MV， 咁就 OK， 容易拍。但係咧，拍 MV 嘅過程咧 ，OK， 私底下我會同你講 ，OK。所以喺度先賣嘅關子先啦，賣嘅關子 ，OK。呀，講Who knows？ 好跟人講，萬一睇緊呢條片嘅你來自咩國家都好啊 ，OK。你會見到我哋出現喺呢個國家咧，呀、yeah, ，OK， 識聽粵語廣東話嘅國家噶啦，哦、你哋知道佢係邊個噃？啊 ，K 仔哥哥啊，係啱啊 ，YouTube K
記得 subscribe 佢啊。Yes， yeah。咁嘅首尾咧，我俾佢幫我做嗰個結尾啦，陣間 ，OK。咁要講開先 ，OK，anyone viewing this vlog right？ Who knows you might see us coming to your country one day？If you see us coming to your country or recognizes us, please remember to come and say hi, OK? 看到我们在你的国家的话，走过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OK？ 我们不会吃人的。对，香港、中国、一系深圳、澳门，识讲粤语嘅都好，马来西亚都好啦，见到我哋认得我哋，同我哋打一个招呼，讲 hi, OK？ Yeah。Okay. 如果你哋想见佢嘅话，直头 message 佢就得啦，简单，唔需要巧遇，唔需要装。Yeah, yeah. OK， 讲 OK， 呢条你还有什么要对我啲观众讲？你想对你讲啲咩咧？唔知道我想我，你哋想知道我啲咩，不如同佢讲啦。下次啦，系咪？可以讲嘅我尽量讲。可以講俾我自己知道得噶啦，我因為我唔知道佢哋想知道我啲咩。OK， 咁呢個結尾咧，呢個 segment 就俾你幫我做啦。哦，你應該知道做啲咩噶啦，嗬？做咩 ？OK， 你有冇睇過 YouTube？Like, share, comment。Oh no，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Yes， 用好古話講咧。應該開頭嗰陣時就應該講。哦，係啊。開頭嗰陣時就應該講，因為啊，因為我通常睇嘢都唔好睇到最尾嘅。我最多係咪佢問我結尾我點樣？所以我唔知道我點樣結案陳詞啊。哦 ，OK， 講我叫佢做兩次啦，一個咧陣間我剪咗就低前邊，一個就低後邊啦。唔使啦，而家都講到攬尾啦，就直頭攬尾講啦。係啊，頭先記得我同你哋講嘅佢嘅 YouTube channel 冇啊 ，K 仔哥哥啊。大家咁醒應該識得自己 spell 噶啦 ，OK， 記得去 follow 佢 ，like 佢，同埋 share 佢所有嘅作品。OK，thank、okay, you。Follow 就係 subscribe， 訂閱係免費嘅。嗯，哦，聽到啦，免費噶，免費你哋都唔 subscribe 嘅話，真係好唔俾面啊！OK， 咁咧除咗揾佢做啲唱歌嘅影片啦，嗬！我要順便分享埋，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你哋已經睇過，相信啲觀眾睇過我第一條微電影十一集嘅微電影啦。我揾到好多朋友嚟拍，大多數都係馬來西亞啲朋友。咁我而家咧就係安排緊想拍第二集嘅微電影啦，需要俾啲時間咯。咁我都打算揾佢幫我客串有角色，入邊有台詞噶啦，冇 care 啡噶啦，嗬！咁拍戲嗰陣係好玩嘅，有陣時啲 NG 你會覺得好笑。冇問題嘅，行過都得噶啦。咁仲有第二咧，就係、是或者揾佢做一啲煮食嘅影片啊，嚟屋企煮下餸啊，一齊煮食啊，咁樣嗰啲影片啊，嗬。咁應該會好搞笑咯，我都唔識。其實我都唔知煮咧，因為我答應啲觀眾，你哋會見到我有兩條煮食嘅片啊，嗬。所以第三條咧，我會揾啲嘉賓嚟同我一齊煮食。所以呀，要揾好似佢依位咁搞笑嘅人嚟一齊煮食嚇，因為食粥片食得太多都係好嚴嘅。呀，咁你哋就記得拭目以待 ，OK， 繼續睇落去 ，OK， 想知道唱咩歌，記得訂預先啊嚇，唔好錯過啊！俾啲時間我拍我嘅微電影第二集，因為你知道我微電影唔係一集嘅，我個微電影有十集，一十一集咁樣啦嗬。咁要安排一下佢哋啲時間啊，拍攝嗰啲時間咁樣啦嗬。咁多謝你哋嘅支持。咁微電影大概可以講一講嗰個故事，就係穿越嘅前世今生嘅啦。今日會約咗古裝，古裝好艱難揾到古裝嘅，但係咧我哋會簡潔啲嚟拍攝，即係穿越啊，有少少嗰啲叫做狐仙嘅戲啊，嗰啲狐仙你知㗎啦，嗬，狐仙家族嗰啲咧，咁你哋認為佢適合做咩角色？話我知咧，嗬、啊，未開拍啊，話我知佢做咩角色咧？你睇咗佢個樣噶啦，嚇、啊，咁 OK 啦，咁我哋下一條影片又再見面噶啦 ，OK， 咁我同佢咧，而家正要去邊度咧？就係、是、我哋要去行下，睇下有咩食，食嘢咯，食嘢，好肚餓啊，唔知食嘢啊，陣間食完嘢之後咧，你知道想食咩噶啦，嚇、啊，食咗佢，想多啦，想多啦，諗多咗，真係，我呢度唔係香港。喺呢度咪香港咧，系啊，差唔多咪我着依件衫嘅，通街都係啊，通街都係啊。咁順便又講一講，要多謝依間店嘅，我就唔幫佢宣傳佢嘅店啦，但係要多謝依笪地方俾我哋拍攝啦，因為頭先由你拍攝咧，我有問到佢哋，因為新加坡拍攝你都要問下佢哋嘅 permission， 因為唔似香港，一係台灣，一係馬來西亞，佢哋好歡迎你哋拍攝，因為上次你哋知道我去咗馬來西亞古乃翻嚟咧。
那次是唯一我覺得最開心，因為拍攝沒有限制，他們很歡迎那些店賣店，那些很歡迎我們拍攝的，所以多謝一下了，所以我們很快就再見面的了，我跟他看有什麼影片。 See you soon. See everyone soon. Bye. Bye. 搞定了。介绍一些未来的影片，即将在我的频道里看到的片段哦。先来介绍下未来的一些影片的片段，你会看到在我频道里面哦。Here are some of the future videos that you'll be seeing in my channel. You see, 有血有泪有这有还朋友吗？伴我天生天样出走追寻自我吧，再问谁人虚假，日夜太快世界太错，天理洗礼我不怕。对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还不知如何是好，若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还是越难越爱，唯愿所以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
改变，真心真意不变，来预备经得起这考验。改变一些感觉不变，共并肩，辛苦都算经验。万千笑语点，两次声飞闪，你可知我犯下的过错，是对你倾心不后悔，不放弃。你是我闺中的天使，所以受我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说我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不必要故意挑的心理 No No Oh Oh Oh，来跳舞吧，喝醉吧，别错完又企，对吗？发泄吧，要自然地美，不必要故意假装诡秘。No, no, oh, oh, oh. 抽烟，一根又一根的戒哦。烟无聊味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哦冲掉你所有想法。他妈洗澡一晚，一般人慢，一般人慢。No N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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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大声呀 We can do party，像轻舞飞架，We can do party，谁需要怪？无谓事就收埋，人人要踩过界。还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的About 找得到哦。仲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面的 About 找到哦。 Ways of contacting me can be found in my channel under the column About。请您记得帮小弟我按订阅哦，反正订阅是免费的，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影片了。请你记得帮小弟我揿个订阅哦，订阅是免费的，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那些影片了。 Kindly help me to press the subscribe button as subscribe is free. Then you won't miss out any of my future vlogs.